从事鸡蛋生产的人员必须保持个人卫生和健康，不得影响到鸡蛋的安全性和可食用性。沙门氏菌等致病细菌可以通过不良的卫生习惯传播，例如在处理鸡蛋前洗手不彻底，在养鸡场内污染区和清洁区之间走动。要减少疾病的传播，就要为养殖场的工作人员提供足够的洗手设施，包括冷热自来水、肥皂、洗手液和合适的干手设施，提供干净的厕所和浴室，提供干净的衣服和鞋子，了解并遵守良好的个人卫生实践，防止疾病的传播。例如，若得了肠胃炎，请待在家里，不要去养鸡场上班。此外，确保访客了解和遵守良好的卫生习惯。总之，对人体健康与卫生的标准要求的最佳实践就是遵循标准，保持环境清洁和安全，保持高度个人卫生。如果得病，就待在家里。欲了解更多人体健康和卫生的标准要求的相关信息，请访问 agriculture.week.gov.au。